操，这图腾怎么感觉是秒杀的？感谢关注嘎。我靠你大爷的！卡了我一下，我以为是我被扯住了。好远的天灾啊，让我挂上去啊。哎呀妈的，三个人知道我图腾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在修机的。不是的，没有人修机。马拉松了。哎呦，这个边，这个边，这边是能进来的。憋死你丫的！操，还跟我来这一边？嗯。这图现在护士都很恶心，说实话啊，这个屌图现在护士都恶心的一逼。不像以前了。哎，太高了。哇，你妈这反应绝了，好吧？这反应，他先是扭到我斧子上去了，然后他再浇的干净，给他浇出来了。
正常来说你扭了之后你还能还他妈能交出钢筋的，我真不信，真的扭了之后扭到斧子上再把钢筋给交出来。他刚刚慌了吧，应该。真的很玄学，扭了一下，扭斧子，扭到了斧子上，然后再把钢筋给交了。他怎么做到的？首先他的目的是扭，扭到了斧子上呀，大哥，真的太屌了。双。